每一份的跌宕，一半有你，一半有我；每一份 Twins 的精彩，一半归你，一半归我。有你，有我 ，Twins 才是满分。想要收发满分，洗发水就要满分。真的吗？那我要夸夸最近很喜欢的满分寇斯汀双仓洗发水。你们也知道初收的时候发型好多嘛，那很心疼头发，所以觉得护理头发的时候也要养护头皮。头皮和头发就像一对 CP， 都要好好呵护，尤其是头皮屑多的人。这个寇斯汀双仓洗发水它真的很懂我，多了一瓶头皮精华在里面，可以一边洗头一边养护头皮。它像我们用的双管精华一样，分内外仓，全密封专利设计，确保了内仓头皮护理精华两倍的高活性，可以更好的维稳舒缓头皮，深入毛囊根源去屑。外仓是真鲜花原液提取物，氨基酸配方温和去屑。你看这个真鲜花有颜有料，真的是我心目中的满分洗发水。洗完后味道清新，无屑可击的感觉，整个人都轻松啦。我给它打满分，我还准备送一瓶给阿娇，让她感受一下呢。心动的姐妹，屈臣氏全国各大商超、美妆店、天猫旗舰店均有售哦。推荐你们试试，和我一起用姐妹款吧。